各位观众，哎，谢谢大家今天辛苦中多有请来这个短暂的音乐会。那在下一首曲目之前，我们台上的团员同学们需要准备一下下，他们需要干什么？因为他们下一首不会知道是什么曲目吗？哪一个卡通的主题曲？我听到很多不一样的答案。不是，下一首是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，你看过吗？它是一个蛮老的卡通，我小时候在看的年代的卡通。然后等一下演奏的是这首《残酷的天使》。那这个卡通啊，其实在我小时候看的时候，它非常的，它有一点点，那个原本卡通是写的有点不一样，写的不一样。不过它的内容非常精彩，它总共好像只有4个。然后每一集都极其的精彩，它里面有1号机啊、1号机、2号机、2号机，有很多的大型的机器人。那这首曲目也是非常的好，就是残酷的天使在这一个动画里面就是最红的曲目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啊，我出来讲话的表示，因为看到台上有些人不见了。那等下如果他们表现的好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掌声借给他们鼓掌的话？可以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